乐高人说乐高事，乐高新事神之欢迎回到不亦乐乎会客室。嗨，大家好，我是滴滴，我是 TY。今天我们穿成这样，怎么好像什么历史人物哦？难道这一集是要开启久违的床边故事吗？哎，还蛮有这个感觉的哦。不过这一集啊，我们要继续来探讨漫威宇宙的新英雄哦。记得前一阵子啊，我们才介绍了全新的英雄上气，没想到在影集新角色抽抽了之后，这么快就又有新英雄了。漫威旅程让人意犹未尽。没错，今天呢、我们来深入认识这群隐身在历史洪流之中强大的永恒族哦。影片开始之前，会客室订阅起来，铃铛也别忘记点下去，成为室友超 easy。一起来看看永恒族的电影预告吧。We need to find the others. I haven't seen some of them for centuries. Hi. Hello. This is what the end of the world looks like. At least we have front row seats.这次的预告片啊，替漫威世界添加了许多浩瀚辽阔的史诗感呢。在今年11月即将登场的永恒族，原本就是历史洪流中的强大存在哦。漫威第四阶段呢，除了接续弹指事件的影响，多元宇宙超展开之外啊，同时许多新面孔也陆续的出现喽。这次登场的永恒族啊，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光是在电影里面啊，就有10位角色当作代表哎，十个人，这已经比初代复仇者还要多了，而且每位演员啊，也都是大有来头的哦。不过永恒族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哎，没有什么印象。永恒族电影啊，是参考1976年登场的同名漫画，在远古洪荒的时候，天神族啊改造了地球上的猿人，创造出了人类、永恒族以及变异族哦。哎，我记得星爵的爸爸伊果就是天神族哎。弟弟说的没错，后来啊，因为变异族的 DNA 很不稳定，常常啊产生无法控制的突变，甚至还会危害到人类的发展。因此啊，天神族让寿命几乎不朽的永恒族运用宇宙的能量，担负起保护人类的责任哦。没想到我们人类和永恒族是合作的关系，一起来抗衡变异族。仔细想想啊，这样的合作抗衡呢，也还蛮。上现在世界的局势呢？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永恒族啊慢慢演变成为人类文明中各种不同的神奇，一直在适当的距离中暗中照看的努力茁壮的人类哦。这个设定啊也很像观察者在宇宙中偷偷观察多元时空不同的走向。永恒族啊与观察者很相似哦，他们啊都被禁止去干涉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唯有变异族蠢蠢欲动的时候，他们才能出手相助。原来是这样哦，这个设定啊延续到电影里面，也算是解释了为什么复仇者们在面对各种危机大事件的时候啊，永恒族都不帮忙。毕竟啊，看过洛基影集之后，才知道这一切的发展都是为了打开多元宇宙的必要之二。只能说漫威的铺陈啊，真的很厉害。而且预告片里面还有提到，永恒族啊，已经在地球存在超过7000年了。7000年前的地球上啊，都还没有巨大文明的产生。不过啊，人类已经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肥沃月湾进行灌溉、生产粮食喽。这其中啊，也有永恒族在偷偷帮忙哦。永恒族啊，真的对人类很友善。其实啊，原本安排在2020年11月6号上映的永恒族，后来啊，因为寡姐延期，漫威啊将电影同步延后喽。不过啊，我想等待都是值得的哦。永恒族呢，也准备延续上汽的新英雄热潮。今天就是永恒族上映的好日子。而在电影中作为代表的十位角色，这一次全数人偶化喽。乐高呢，替永恒族电影推出了4款新合组。合组的边边啊，果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主角群们。翻到另一面，还能看到合组里面包含的角色，还有人偶化之后的有趣模样哦。不过有一些角色啊，分布在不同的合组里面。想要入手完整10位永恒族的角色，看来也是要费一番功夫的喽。就像旋风忍者或是哈利波特的纪念小金人一样，完全考验人偶收藏迷的忠诚度哦。会客室啊，可是漫威大铁粉，永恒族人偶呢，当然也是要全员集合。这次会客室呢，会依循过往故事结合合组内容的模式，带室友们啊聚焦新电影的剧情与人偶细节，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第一位登场的呢，是一个长发飘逸的角色哦，感觉还蛮美的。这位永恒族的成员啊，名叫瑟西，预告片中也能常常看到他的身影哦。与同名漫画一样，在1976年首次登场，拥有变换物质的能力。瑟西啊，游历过埃及、罗马、英格兰等地，并参与了许多历史的事件哦。在漫画里面的瑟西啊，感觉比较像是女巫哎，而且毫不避讳自己永恒族的能力哦。在电影中啊，瑟西同样经历了1000年的岁月，并与同族的伊卡利斯啊有着深刻的情感。瑟西啊，隐藏起自己的身世，以伦敦博物馆馆长的身份生活。其实这个设定啊，跟神力女超人还蛮像的，都是亲身见证历史的博物馆人员。而且在预告中啊，瑟西呢也能改变物质哦。在重要或是危急的关头，瑟西啊总是不吝出手帮助或是保护人类，是永恒族中啊最善解人意的角色哦。嘿，不过瑟西的演员怎么越看越面熟啊？哇，滴滴厉害哦！饰演瑟西的演员陈静啊，曾经啊在惊奇队长中饰演克里女战士密涅瓦，死命的追击惊奇队长的好战友玛利亚兰博所驾驶的昆士战机，最后啊玛利亚来一记回马枪，密涅瓦
因此被击毁爆炸。原来是那个讨人厌的蓝皮肤女战士哦，这一次回归啊，变成了体贴的永恒族，也算是洗心革面了。角色领便当啊，当时让陈静很沮丧。不过啊，随后他就受到了漫威总裁凯文·费吉的亲自邀约，试镜之后啊，成功出演永恒族的女主角哦。可以得到凯文·费吉的钦点，真的很厉害哎，能够蛮横无情，也可以善解人意。好期待他在永恒族里面的演出哦。永恒族人偶啊，都被赋予了极具特色的服装，色系啊，穿上以绿色为主的战袍，用线条啊，呈现出女性人偶的腰身细节，胸口啊，则是有着标志性的圆圈图文哦。这个跟方舟反应炉还蛮像的，全身的线条细节啊，真的好美哦。绿色呢，也让我想到在彩虹里面自然原始的含义，延续了沉静的发色。中分长发在过往乐高人偶中多半都是强悍的女性角色，不过脸部则是沿用了之前上季中凯蒂的面孔哦。虽然都是旧零件啊，但搭配起来呢，还是有很不同的感觉。瑟西啊，在新系列两款合组中都能够看到她美丽的人偶身影哦。温柔又强大的永恒族女性英雄，作为电影女主角，瑟西呢，绝对是必要入手的角色。紧接着就是刚刚提到与瑟西维持深刻情感的永恒族战术家伊卡利斯哦。预告里面呢、啊，就有两个人甜蜜的画面，也看到他能飞，还可以从眼睛射出宇宙能量光束哦。这个、啊、就是他在漫画中里面的经典招式哦。而在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悲剧，少年伊卡洛斯啊，穿戴父亲打造的蜡翼尝试飞翔，却因为太靠近太阳而让翅膀融化，最后啊不幸坠落身亡哦。我知道这个悲伤的故事，不过这位永恒族就是参考神话中的伊卡洛斯吗？其实啊，在漫画中伊卡利斯这个名字啊是属于他的儿子，但这位永恒族的战术家同样帮儿子打造出了飞行装置哦。有永恒族创造的飞行器，应该比蜡烛制造的强悍多了吧？只能说啊，人算不如天算。这位永恒族战术家后来被派遣到其他星球去打击变异族，因为失去消息啊，让儿子误以为爸爸受困敌营，于是啊，儿子穿上了飞行装来到太空，想要搜寻爸爸的下落。儿子想靠自己的力量找到爸爸，让人好感动哦。不过人类贸然跑到外太空，感觉超危险的。伊卡利斯啊，最后在太空缺氧而死。飞行装置啊，更是受到太阳紫外线的烧毁。最后啊，伊卡利斯像神话般坠落，他的父亲啊，无比的痛心，也决定啊，将名字改成了伊卡利斯，来缅怀意外离开人世的儿子哦。哈，没有想到，无论是神话还是漫画，凡人或是永恒族，结局都让人好感伤哦。或许在漫威电影宇宙会带来不同的故事哦。永恒族的伊卡利斯啊，是由男星理查麦登担当演出哦。有看过《冰与火之歌》的室友一定对他不陌生，他就是林东城史塔克家族的少郎主罗伯史塔克哦。有趣的是啊，在永恒族电影中拥有黑骑士称号的丹惠特曼是由基特哈林顿饰演的哦。那不就是 Jon Snow 吗？这下史塔克家的兄弟要大团圆了，而且黑骑士跟守夜人也蛮像的。希望到时候啊，在永恒族电影面能够看到这对北境兄弟的奇妙重逢戏码哦。那一定是超有趣的。而且啊，真不愧是少郎主演的永恒族，人偶整体啊就是一个英姿挺拔。以蓝色为底的伊卡利斯人偶啊，留着一头像是美国队长的发型，脸部啊使用了西锥的帅气脸庞哦。虽然转过来啊就是生气脸，但如果他的眼睛能像超人或是班纳博士那样散发能量光晕，说不定就更传神咯。在伊卡利斯的永恒族战袍上啊，印有几何图形，蓝底色、啊、用了金黄色的线条来勾勒，这些图文都是对称的，有一种典雅的气息，而且印刷、啊、也同样延续到了脚上。其实啊，这十位角色大多都有脚部印刷哦，每个人的图案也都不尽相同。虽然脖子以上都是旧有的零件，但印刷这么细腻，还是不收不行啦。前两位角色啊都是既有脸部零件，再来这位啊可是有的全新面孔哦。哇，终于出现新面貌了，而且还是深肤色的人偶哎。没错，这位永恒族呢叫做金钩，身份啊是印度宝莱坞的大明星哦。表面是大明星啊，真实的身份呢却是蕴含宇宙强大能量的外星人，看来要打电话请 MIB 来处理了。哎，先不要先不要，人家金钩啊可是马上放下明星的光环，与同族人、啊、一起打击变异族哦。这个设定真的很有趣，在漫画里面的金钩也是这样吗？漫画故事中啊，金钩呢曾经在13世纪见证蒙古西征时的残酷光景。到了16世纪啊，金钩爱上了武士道，在北海道啊建立起一座城市，而且还成为日本当地超红的动作明星哦。金钩应该是永恒族的斜杠代表了吧？在漫画里面居然就已经有明星光环了。在永恒族电影里面，金钩被改写成宝莱坞的明星，一边融入地球生活，一边享受了盛大的名气哦。电影还重现了宝莱坞歌舞秀的片段，满满的异国风情，看起来好过瘾。这个也是漫威电影中首次出现歌舞剧的桥段哦。不过回到永恒族的身份，金钩啊可是能够将宇宙能量转换成为像是子弹般的武器哦。看到他比出手枪的手势啊，马上就有普泛幽助的既视感。金钩呢由巴基斯坦籍的喜剧演员库梅尔南贾尼来饰演，他呢常常透过逗趣的声线来演出。例如刚刚提到的 MIB 星鹰战警，他就曾经在第3集为小咖来配音。Don't stop me。同时啊，是乐高旋风忍者电影里面闪电忍者阿光的声音哦。Hey Kai, you can do fire, right? Yeah. 没想到在电影上早就跟乐高有渊源了。回头来看看金钩的
的人偶，也是很有自己的风格哦。以蕴含艺术家特质的紫色为基底，顶着梳理整齐的西装头，全新的头部印刷彰显了金钩作为明星的自信。人偶还透过头部的色泽还原了演员的肤色哦。人偶战袍呢，则是还原了电影中大小双圈的图案，腿部线条啊，也呈现战袍延续至下摆的层次感。不同于色系与伊卡利斯，金钩人偶啊，目前只有在76155《审判者》合组中登场哦。提到合组限定啊，这一位小朋友呢，也是只有在76145永恒族空袭小合组里面才有出现的哦。虽然看起来是小朋友，但是这位名叫斯派克的永恒族可是有几百岁喽，还给人类文学家提供许多灵感呢。没有想到是有一个老灵魂的小朋友，而且从预告看来啊，永恒族不仅见证了历史，还影响了文化吗？漫画中的斯派克啊，同样维持了小孩的样貌，习惯、利用幻术来欺骗同胞，却也因此让莎士比亚以他为原型，在《仲夏夜之梦》里面加入了调皮的妖精帕克哦。调皮居然能给大文豪莎士比亚灵感，真的也是达到一个新高度。除此之外啊，作家詹姆斯·马修·巴里也在午夜的公园看过斯派克，迸发灵感写出家喻户晓的彼得潘哦。真的没有想到斯派克的形象可以造就这么多的经典，对人类文学的贡献啊，真的很大哦。不过斯派克常因为外貌而被其他永恒族当作小孩看待，在漫画中啊，他为了长大不惜洗掉永恒族的记忆，造成许多动荡哦。以貌取人啊，真的是会吃大亏的哦。毕竟斯派克本身呢，也是活了上百年超级强大永恒族的一员。让我们回头来看看电影中的斯派克，是由年仅14岁的女孩莉亚麦克修来饰演。虽然观众啊对性别转换可能会蛮意外的，但其实啊在2021年版的漫画故事中就有揭露了永恒族每20年至25000年复活的时候会产生性别转换的现象哦。漫威电影啊常常也有性转的设定，像是古一还有最近的模仿大师都是这样。虽然承袭了漫画中制造幻术及影射的能力，但预告里的斯派克啊好像也乐天许多，毫不畏惧的啊去对抗变异族哦。人小志气高的斯派克人哦，全身蓝绿色的模样好可爱。这边呢，使用了不可动的小短腿零件，营造出小朋友的感觉。拥有一头像是卫斯理家的红色头发，脸部啊，则是用了妙丽的脸孔哦。诶，他又拥有魔法幻术，不说是永恒族的话，我还以为是妙丽跟荣恩的小孩。蓝绿色的身躯上啊，有了同心圆的独特图文，中段用优雅弧线来勾勒角色的腰身线条哦。身体背后呢，还有布料的垂坠感。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啊，与身躯同色的小短腿上面就没有任何的印刷了。斯派克啊，身为永恒族的重要成员，改变性别仍然保有强大的力量，让永恒族有更多元的展现哦。这位女性的人偶啊，也是比较偏向深肤色的模样，与前面的斯派克一样。现在这位玛卡瑞啊，是电影版依照最新的漫画调整成女性的永恒族哦。我觉得更改性别啊，也能破除男女的刻板印象。很多女孩呢，也是坚强，能力又不容忽视的哦。玛卡瑞的能力啊，跟快影非常的相似，都拥有极其敏捷的高速神力。曾经啊，被人类误认并供奉成为了希腊神话里面的神使荷米斯。不过因为过度专注在速度上面，虽然能够让自己接近光速，反而啊，放弃了永恒族飞行与能量放射的能力哦。我发现罗马神话里面的神使莫丘利读音就很像玛卡瑞，能一心一意的在奔跑上，感觉也是非常有毅力的永恒族成员哦。玛卡瑞呢，由英式的女星罗伦瑞德洛夫所扮演。罗伦啊，本身就是一位天生听障的女演员哦。但是啊，她认为身心障碍者加入电影制作，能够反映出真实且发人深省的人生体验。而罗伦饰演的玛卡瑞啊，更是漫威宇宙中首位有听觉障碍的英雄哦。11月要上线的鹰眼影集里面，也有一位听障女英雄回声呢。记得好像同样也是由听障演员来担纲演出。没错，回声。那是由艾拉奎考克斯来演出，而艾拉奎与罗伦啊私底下也是好朋友哦，两人也准备为漫威带来更多元的模样。这个让我想到《金刚大战哥吉拉》里面的吉亚小妹妹，虽然听不见声音啊，却完全不遮掩演员的光芒哦。玛卡瑞呢拥有超神速，但同时啊也能让观众感受到最真实的模样。玛卡瑞人偶啊顶着一头今年全新推出的卷长发零件，先是在城市60302合组中的兽医头上登场哦。这个啊是继苏利莫妮卡之后，乐高漫威新沿用的卷卷编发零件，而且啊挑眉的表情也是全新印刷哦。乐高在玛卡瑞人偶身上真的很用心，加上服装啊，用金色勾勒出的图腾，还原电影中玛卡瑞的利落又帅气的模样。如果手中有快银及闪电侠人偶，就能够来一场速度英雄友谊赛了。这让我又很好奇，面对漫威宇宙中目前最快的角色，玛卡瑞跟快银，不知道谁跑得比较快。这个问题啊，在1990年出版的《类星体》第17期就有解答喽。透过宇宙能量奔跑千年的玛卡瑞啊，速度当然是超过快银的喽。哇，果然是永恒族的第一飞毛腿。漫威呢，将英雄身份延伸到不同的族群，也可以看到角色的多元性，包容更广泛的情感。
延续刚刚的多元面向，再来这位费斯托斯可是漫威宇宙中首位男同志的超级英雄哦，好酷哦！这也让我想到漫威宇宙第一个 LGBT 英雄瓦尔基利，呼应我们之前彩虹人偶的含义啊。无论英雄或平民，永恒族或地球人，大家都是多元且平等的存在。费斯托斯啊，是永恒族中的制造大师，能够利用宇宙能量来创造他想象到的任何工具，也常常利用能力啊，偷偷帮助人类的历史发展。在人类眼中啊，费斯托斯被视为希腊神话中的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哦，跟伊卡利斯还有马卡瑞一样，在希腊神话中啊，都有对应的神明。永恒族啊，真的对人类的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哦。刚刚 DD 有提到《金刚大战哥吉拉》，饰演费斯托斯的黑人演员布莱恩·泰瑞·亨利，就在电影中啊演出过神经兮兮的阴谋论技术员伯尼。这一次啊，则是转变成为永恒族最可靠的创造大师哦。人偶外貌跟演员好像哦，深层的肤色上面呢留着络腮胡，头上啊留着黑人角色常见的卷卷短发，感觉有的深肤色的电影角色啊都是智慧的担当哎。脸部啊，则是沿用了《号角大楼》合组里面记者罗恩的脸，掺杂了一点点白色的胡子，看来啊，费斯托斯为人类发展也是耗费了许多心力哦。人偶躯干呢，跟金钩一样是紫色的基底，再度呼应了艺术创造的色彩意涵。中央呢，以灰色作为开襟形式，胸口啊印上了象征费斯托斯创造全员的宇宙能量金环哦。人偶脚上呢，有着指纹印刷，还原了角色战袍直条状的下摆细节。费斯托斯的人偶啊，仅仅出现在76156永生船舰合组之中哦。毕竟啊，从预告来看，费斯托斯啊就拥有召唤永恒族宇宙船舰的能力耶。这艘永生船舰呢，在预告中登场的时候啊，真的是气势满满，怪不得是永恒族系列最大款的一个合组，超酷的三角形外观。掀开个别的图文圆盘，还可以看到内部陈列许多有趣的凡间小道具。有趣的是啊，这艘被称为 Domo 的永生船舰，在漫画中啊，其实也是另一位永恒族的角色哦。他呢，在奥林匹亚城掌管了许多重要的事物，在电影中啊，则变成了承载永恒族的重要工具耶。哎，我发现永生船舰合组里面还有一位黑衣的永恒族，哎，看起来好严肃哦。这位朱克啊，是永恒族中算是比较有敌意的角色哦。没有想到，除了变异族，永恒族自己人也是有反派的。目前还不能确定朱克是不是反派，不过啊，在漫画的设定里面，朱克啊具有野心，渴望权力，因此还常利用宇宙能量来控制别人的心灵哦。在预告中啊，也可以看到他好像是在树林营地里面控制一群人类，看起来也超像某种邪教的。Yeah, that sounds like a cult. It's not a cult. 虽然他不太赞同永恒族与人类的互动，但是啊，预告中还是能够看到朱克与亲近人类的马卡瑞还蛮要好的哦。亦正亦邪的朱克，看来只能到电影院才能揭开他的真面目了。饰演朱克的贝瑞科汉曾经演出《敦刻尔克大行动》《圣路之死》与《绿骑士》等电影作品，也即将啊在明年上映的新蝙蝠侠里面饰演戈登局长的警员搭档史丹利·默克尔哦。能够横跨两大英雄宇宙啊，也是超级厉害的。但是啊，光从人偶的颜色就可以知道，朱克啊应该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哦。没错，将黑色当作底色，上头啊用暗红色来勾勒战袍上面的几何线条，让人感到朱克啊散发着危险的气场哦。不过从预告来看，至少还有马卡瑞跟他比较亲近，而且我觉得朱克的脸怎么好像越看越眼熟啊？朱克的脸部啊，其实就是沿用最近上汽所使用的严肃脸庞哦。这个头部啊，在电影人偶中算是蛮常见的，虽然是大众脸，但朱克人偶呢，却一样只有在76156合组中才能入手哦。另一位啊是合组限定的人偶，就是号称最强大的永恒族吉尔加美什哦。他的名字好难念哦，有种满满的中东感。其实啊，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里面，就有一位同样名字的超人半神哦。著名的古代文学《吉尔加美什史诗》啊，就是以他为主角的哦。在漫画中啊，吉尔加美什帮助人推翻暴君，打倒野兽，也因此啊被认为是圣经里面的三孙与希腊神话的大力士海格力斯哎。又是一个永恒族影响人类文化历史的故事，甚至啊还被写入神话，而且描述他的角色都拥有力大无穷的特征。从预告来看啊，电影也延续了吉尔加美什的强大战斗力，能够将宇宙能量啊汇聚到了外骨骼上面，双手出拳啊就能够将变异族打飞出去。哎，等等，吉尔加美什的演员看起来也是超级眼熟的啊，这不就是冠军大叔马东石吗？没错，当时公布卡斯的时候啊，让许多人都意想不到哦。有演出过《与神同行》《失速列车》等韩国票房大作的马东石，居然加入了漫威宇宙的英雄阵容。记得漫威之前啊，在《奥创纪元》里面就找来了金秀贤演出赵海伦博士，也让漫威宇宙加入了东方脸孔，如今啊来到了第四阶段，也终于出现了第一位由韩裔演员所诠释的 MCU 英雄哦。出现熟悉的面孔，真的让人太兴奋。这样也就代表我们能够入手马东石大叔的人偶了。一改漫画中全身黑的强悍模样，吉尔加美什啊在电影中换上了翡翠绿的战袍。乐高啊将人偶以金色作为主色调，融入了翡翠绿色块。服装上啊同样带有永恒族风格的圆圈图腾人偶头部呢是全新的零件哦，皮肤带有亚洲人物感的浅焦糖色，胡子印刷也蛮有马东石风格的。除此之外啊，合组
呢，用了全新的拳头零件来凸显他强而有力的力量拳击，缠绕宇宙能量啊，变成了超巨大的拳头。跟以往的拳头比起来啊，边缘还多了火焰哦，有宇宙能量的加成就是不一样。吉尔加美什啊，被其他永恒族流放之后，便与另一位族人圣娜组成了搭档，默默守护了世界哦。再来这一位就是与吉尔加美什搭档的永恒族战士圣娜吧。没错，圣娜在漫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哦。而永恒族呢，曾经与奥林匹亚众神缔结约定，圣娜也常被认为是神话中的战争女神雅典娜哦。看起来真的很有气场哎，身披铠甲的圣娜集结了美丽、智慧与力量于一身哦。除此之外啊，圣娜的爸爸祖拉斯是前代永恒族领导人克罗诺斯的儿子，而祖拉斯的弟弟阿拉斯则是萨诺斯的爸爸哦。天哪，这样代表萨诺斯跟圣娜有亲戚的关系耶，没想到萨诺斯居然也有永恒族的血统，只是一个抹平了宇宙一半的生命，一个啊却默默守护着人类。虽然不知道永恒族电影会不会延续这个设定，但这个啊也悄悄连接起终局之战的时候佛米尔星上面的小细节哦。Welcome, Thanos, son of Elos.在别的宇宙中啊，萨诺斯已经洗白，加入了星爵的破坏者阵营。不知道在 MCU 里面，圣娜有没有机会跟萨诺斯再碰到面呢？另外，在漫画中啊，圣娜还曾经与变异族的军阀克罗一见钟情哦。什么？圣娜女神居然跟反派有一场禁忌的恋爱？回头看看预告啊，也会发现两个人有单独的镜头哎。在电影中啊，圣娜与吉尔加美什维持了好几个世界伙伴情感，默默守护人类的圣娜也擅长利用宇宙能量塑造出任何她善于操纵使用的武器哦。由宇宙能量线条汇聚而成的武器。跟他们的服装好像哦，也充满着强大的力量。而且圣娜呢，也跟好伙伴一样，请来了超大咖的影后安吉丽娜·裘丽来担纲演出哦。演员名单中最闪亮的巨星非她莫属。在戏中啊，她化身关怀世人的强大永恒族战士，而戏外的裘丽啊，也常常投身许多慈善的工作哦。社群生活相对低调的裘丽啊，近期呢，还为了捍卫阿富汗少女的安全，特意开设了 IG 账号来声援，真的是永恒族的最佳代表哦。由裘丽饰演的圣娜，在合组中当然也完整人偶化喽，一头米白长发之下是电影。系列女角常常使用的坚毅脸孔，人偶呢穿上了亮米色战袍，上头、啊、用金色与棕色来装饰，跟她演过的黑魔女完全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对比。整体看来啊，圣娜人偶呢仿佛散发着典雅的金色光晕，映衬着电影中裘丽带来的高贵形象。裘丽女神的人偶绝对是必须要入手的收藏啊！介绍完永恒族电影中九位主要角色的故事级人偶，现在我们来迎接永恒族的精神领袖艾贾克哦。能当上强大永恒族的领袖，感觉就是个至高无上的角色啊。艾贾克呢，在1972年永恒族漫画初期就已经登场了哦。漫画中的原型啊，是一位身穿异国风格服装的永恒族男性，头上还戴着一顶黄金兽状头盔。这个模样好像阿兹特克古文明的战士哦，头盔啊也跟抽抽二人偶蛮相似的。因为啊，艾贾克在中南美洲具有深远的影响力，阿兹特克人呢就曾经将艾贾克视为是与蛇神来崇敬。另外，在漫画中，艾贾克首次登场的地方啊，就是古代人建造来膜拜天神的遗迹哦。作为永恒族的领袖呢，艾贾克也跟其他的同胞一样，默默影响着地球各地的古文明。不过，我发现漫画中的性别啊，在电影中又再度被翻转了。延续漫画中斯派克与马卡瑞的性转设定，漫威啊替永恒族的领袖请来演艺经验超级丰富的沙马海耶克来饰演。对于能够演出偶像赵婷执导的电影啊，让沙马非常开心哎。赵婷啊，也借由《游牧人生》夺下第9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永恒族呢也延续赵婷的风格，片中的浩瀚风景几乎都是实景拍摄的哦，真的是超级美的。有趣的是啊，沙马海耶克在前阵子推出续集的《杀手保镖》里面饰演性格火爆的女片徒，而且还是山缪杰克森的老婆、哦。没有想到居然是尼克局长的悍妻哦，加入漫威宇宙啊，反而变成了神圣又悲天悯人的永恒族首领。只能说啊，演员的戏剧张力真的是无极限啊。在电影中啊，艾贾克是永恒族的智慧代表，也是唯一能够跟天神族沟通的存在，更能利用宇宙能量来治愈人类。同胞们哦，不是啊，在团队中真的是非常关键的存在，也是这一次新系列里面我们所介绍的最后一位永恒族人偶喽。虽然在电影里面啊，艾贾克戴着美丽的头饰，不过啊，人偶却只有一头蓬松的黑发，全新的脸部表情印在褐色的头部上，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种族，从永恒族人偶的肤色也可以看到漫威对于多元存在的友善包容哦。电影中啊，艾贾克身穿一袭美丽的蓝色长袍，乐高也将其转化成为服装印刷，交织着金色部件与线条，让这位永恒族人偶散发着独特的领袖魅力。在永恒族电影合组系列里面啊，艾贾克与金钩一样，只有在76155审判者合组才可以看到他们哦。毕竟也只有艾贾克能够跟天神族交流，乐高啊在人偶配置上多少也是有参考剧情的哦。神秘又无上的天神族在预告中啊带来令人屏息的压迫感，虽然明白了十位永恒族的角色背景，但我们对于创造永恒族的天神族反而是一无所知呢。
既然弟弟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们就同场加映，揭开天神族的神秘面纱吧。乐高啊，把天神族直接出成一个合组，完全就是又巨大又威严的存在。天神族啊，同样来自于1976年永恒族的同名漫画。数亿年前啊，宇宙还只是单一状态的时候，只有一个叫做第一苍穹的生命体，它因为太过孤单，所以呢就创造了两个种族，其中一个啊就是天神族哦。永恒族之上有天神族，天神族之上还有一个第一苍穹，看来漫威宇宙还有许多神级的存在呢。后来啊，经过一些摩擦，天神族顺利接手了宇宙的发展。他们呢，发挥实验的精神，在许多星球啊挑选原生物种加以改造，并在一定的时间内返回星球，看看这些改造物种的演变哦。嗯，真的是很有实验精神的天神族哎。原来就是这一场实验啊，演变成我们开头提到的三个种族。不过看预告片里面，天神族的体型都超级巨大，甚至还超过星球跟星系。没错，而天神族啊，在漫威宇宙其实也不是第一次登场了哦。除了开头提到过的活体星球伊果之外，其实啊，收藏者介绍无限宝石的时候，我们也曾经看过天神族的搜索者伊桑哦。伊桑啊，还用了力量宝石的能量，直接抹杀一整个星球的生命。当时看到啊，真的让人不寒而栗。创造的同时，也具有可怕的毁灭力。除此之外，就像滴滴刚刚所说的超大体型，收藏者占据的置物领域，其实就是死去天神族的头颅哎。The severed head of an ancient celestial being.天神族啊，悄悄藏在过往漫威电影宇宙的细节中。作为永恒族的造物主，在新电影中啊，终于能正式登场。不过，合组中的这位红色天神族又是什么来历呢？这位啊，是审判者阿里瑟姆。身披红色装甲的他，会依照不同的数据来判断星球文明是否该继续发展，还是应当灭亡哦。虽然他们创造了永恒族来保护人类，但看完洛基之后啊，觉得这样依循自己的主观意志来摧毁别人，其实还蛮不公平的。没错，这一点呢、啊，就跟观察者的理念还蛮不相同的。漫画中啊，他们也因此有了许多的摩擦哦。哇。原来 What If 的观察者还可以跟天神族对打吗？也太厉害了吧！但除了观察者之外，目前 MCU 应该没人能够抗衡宇宙神族的强大力量。7615合组啊，就是以阿里瑟姆为原型，红色外貌啊变成一具巨大的机器人，脸部呢也像搜索者伊桑那样，有着六颗圆形孔洞。猛然一看啊，我还以为是一张六筒，身躯细节藏着复杂的图腾贴纸，还有几枚透明紫红的零件。胸口这边啊，牵着一枚灯光砖，真的可以发射出黄色能量光哦。我觉得这个胸口的光圈，除了呼应永恒族战服上面的图腾。不知道是不是宇宙能量的聚集点，如果拿来当作武器，说不定威力啊就好像星战里面的死星，或是 What If 的奥创幻视，一击啊就可以让整颗星球化为尘土哦。阿里瑟姆以大型亮粉紫圆盘作为脚底，审判者啊脚踩银河星云之中，掂量着宇宙万物的未来发展哦。我发现啊，阿里瑟姆在永生战舰里面变成了小小的模型哎，这个连结跟设计真的好可爱哦。可能是呼应预告中的投影形态，头上啊用了红色溜冰鞋堆叠来呈现阿里瑟姆六筒的面孔。有了这个小模型，看来永恒族英雄们跟天神族都保持了密切联系哦。除了阿里瑟姆啊，预告还出现了其他天神族的身影哦。说不定天神族的出现也会影响漫威宇宙未来的走向呢。以上就是我们永恒族的角色故事与人偶解析哦。提升并扩张到宇宙等级，漫威宇宙啊，由精致的十位人偶来引入全新的英雄永恒族哦。在故事中啊，永恒族还能集合展现出聚合心智的强大能力哦。凑齐十位永恒族角色，让漫威英雄收藏能力也能更加强大。如果室友们也是超级英雄的忠实粉丝，会客室啊极力推荐室友去追踪 IG 的漫威 DC 影视日常情报站哦。无论任何角色，漫威 DC 影视日常情报站都透过第一手官方资讯加以整理，让影迷更能及时得知相关情报。第四阶段呢，再度带来不同的故事轴线，期待永恒族电影赋予人我们完整的故事。是我们最喜欢哪一位永恒族角色呢？哪一位的故事设定让你印象最深刻？欢迎一起来留言跟我们分享。若想看到更多乐高相关的介绍与故事，按赞订阅小铃铛，记得帮我们用力的点下去，跟着永恒族穿梭古今，见证历史拓展与神级英雄的视野吧。拜。